便去看看啊。哇，哎呀，好棒哦！哎呀，来吃西瓜喽！来来，吃西瓜了！来北腿方练功，来吃西瓜！哎，吃西瓜了！来来来，吃西瓜！北腿方练功，吃西瓜了！给给给，西瓜，吃西瓜！哎，你的，来吃西瓜，吃西瓜！哎，吃西瓜！好甜，好甜哦！吃西瓜！二叔，吃块西瓜。我不吃。练功就练功，何必搞这些小恩小惠？这不是少林的做法。就吃块西瓜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什么南拳北腿啊？好像我们南少林的武僧没长腿似的。不就腿长得长一点吗？不管是拳房还是北腿房，要想立得住，就要靠真功夫，不是靠这些旁门左道收买人心的。法正，师父叫我们要取长补短，今天我过来就是要讨教讨教。大师兄。阿弥陀佛。师父。师父。你们在吃西瓜。佛祖说水到渠成，万事开头难嘛。啊，就让老衲先领教一下你的北少林功夫吧。师父，这可不行啊。那有什么不行的？是。师父，得罪了。师父，你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啊。哎，如果有一天真的南北少林的武功融为一炉，你才可以这么说。师父，三十六方的功夫你都已经样样精通了，还要融什么东西啊？嘿嘿，学无止境，功无止境。法正，你说是不是啊？